打开小程序的 pages users show 点 wxml 这个文件呢是小程序的一个个人档案页面的视图。这里我们可以复制一个按钮，按钮上面的文字把它设置成微信登录。点按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 on tap 微信 login button。然后打开这个页面的逻辑文件 users 里面的 show 点 js。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的方法，方法的名字呢就是 on tap 微信 login button。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微信 login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做的事儿就是去请求用微信登录。我们可以呢去把这个方法放在一个单独的模块里面。这里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文件，把它放在项目的 l i p s 这个目录的下面，名字可以叫做微信点 js。Gs 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先添加一个微信 log in，它应该是一个函数。函数里面先用一下这个 wx log in 去获取到用户的一个登录的凭证，成功以后会调用 success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得到的响应可以起一个名字叫它 log in。接着我们再用一下 wx request 去向后端服务接口呢去发出一个登录的请求，请求的地址就是 api base。 斜线后面再加上 api routes 微信 login 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 api base，它的值就是网站的基本的地址，后面再加上一个 wp .json，再添加一个 api route 微信 login 对应的值呢就是微信斜线 v 一斜线 login 这个地址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微信登录用的那个后端服务接口的地址。 再回来，我们可以继续的去配置一下这个请求，请求的 method，也就是请求的方法，把它设置成 post。请求里面要包含一个请求的主体的数据，添加一个 data，里面用一个 code 对应的值可以把它设置成 login 里面的 code 这个属性的值，就是调用 wx login 得到的那个登录的凭证。成功以后，再调用一下 success 这个方法，得到的响应是 response。 我们可以把这个响应的输出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在文件的底部，我们再用一下 export 去导出在上面定义的这个微信 login。再回到用户的个人档案页面的这个逻辑文件，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去导入刚才定义的那个模块，用一个 import 把微信 login 从上一期目录上一期目录的 libs 里面的微信这个模块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回到小程序的开发者工具，我们可以试一下。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跟用户的微信呢已经绑定在一起了。先退出一下登录。现在个人单案页面上呢会多了一个微信登录的按钮，按一下它，小程序会请求使用微信登录。后端服务接口呢会用微信的 Open ID 在网站上面找到对应的用户，然后服务端呢会给用户签发一个 Token。现在空台上面输出的东西呢就是从服务端那里面响应回来的 Token 数据。